不要拍照，就搞视频给他看。这个对好了，那啥东西对好？这不要，这个东西不要对着那个洞了。啊，这个肯定的。啊，这直接插进去就好了。吸住了是吧？磁铁直接吸住了。对，他把这个磨好了，他就现在不有缝吗呢？对吧？它有缝对吧？它有缝，你把它磨好洞，对好洞，各个螺丝洞对好。螺丝上紧就好了，缝就没了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不要上紧，每一个，对不对？你再割一个上一个。上紧以后就没缝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它不一定能拧。他不跳紧拉一遍拧，他肯定会不行的。你意思就是螺丝先跳着那个上机的，对，不要全上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不隔一个上一个嘛，对吧？嗯。你跟他说这边，比如说这边拧一下，拧一下，这边再拧一下。哦，一个隔一个是吧？对，他对角上嘛，他能那个嘛。才能拉下去，那不对角上就会那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它一遍下去，一遍不下去，它肯定拧不好了。哦，就不平整是吧？有的地方有缝隙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么说。只能说中国人的质量实在不行。你这段话就不要录到视频里面去。上螺丝还要这样上。万一人家是华裔呢？对的呀，你华裔怎么华裔怎么更加知道中国质量不行？你看它就有缝，它每一个螺丝会上拧一下，跳着上，不要那个紧拉一个上，紧拉一个上肯定不行的。在上这四颗，这差不多了。